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提案是由 Leon 带来的 Gozero Housing Co-op 临时合作住宅。这是一个关于居住议题的提案，那目标是要产出适合居住的空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打算在居民地盖自己的房子，简单讲就是居民地的自地自建的案子。那为什么要提这样子的案子呢？就是我们关于居住，大家一般遇到的大概就是租不好、买不起。那我们先谈租不好，租不好，现在大家遇到的这个好，可能就是好房东不好找。比如说我们宠物友善的租屋空间是相对的比较难找的。那我们想要养毛小孩可能就蛮困难的，然后比如说我们居民有一个专案是面包虫，那我们想要解决粮食的问题，我们想要养面包虫，那可是房东可能以为我们要种大麻，那买不起的部分，我举身边的例子，就是说他们在竹科工作，那所以买不起这边指的不是说他买不起竹科附近的房子，因为他可能已经买了自住。那甚至是投资的不动产，那但是这边指的买不起是说他在平常的爆肝工作，然后好不容易休息之后，他可能还是要跑回老家去照顾家中的长辈。他买不起的是什么呢？买不起的是家中长辈他喜欢，喜欢的或者是他是已经习惯的居住环境，比如说农地，你可能很难在竹科新竹附近去买了农地，就算你买到了，你也不确定说明年国土法真正实施之后。你农地上的建物会不会被拆掉？所以，我们这边的买不起指的是这个部分。那接下来第三点就是你不知道什么。这个是来参加黑客松大家会提到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来黑客松，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。那就是说，在居住的方式，其实现在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的是车泊，他开着露营车去不管是山上露营。那或者是说，有些货柜屋，比如说花莲，我们那个星巴克，这个可能我们后面再来解释。那所以说，我们这个专案呢，就是欢迎对居住议题、对合作住宅、对自地自建跟地方创生有兴趣的朋友们来参加这个专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以上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提案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因为有一些伙伴比较晚到，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场地还有事情。那现在我们在所在的地方是主会场。那我们待会还有隔壁间，这是二 C，然后二 B 也可以使用。二 B 是，哎，那这是二 B 还是 C 啊？这是 B 好。那二 C 在就是我们出去之后右手边第一间，然后它也同样是可以做 hacking 的空间，hacking 使用的空间。那如果你已经有提案的话，可以待会帮我在这个提案表。列表底下这里有一个专案位置图，然后可以在上面写下你的坑、你的坑、你的专案会在哪个地方进行讨论。那饮料跟水都在外面这一排，然后还有洗手间的话，在出去经过自动门右转走到底，然后就会看到了。好，那如果你刚好有体验的话，坑主也请记得帮我拿坑主臂章，还有桌上的那个立牌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我们的。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在 GDV 社群，会做所谓的三个。